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实话》，我是李素。几乎从刚刚有志愿军战俘开始，他们就分成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联合国军开始时呢，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了以后呢，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从1950年10月朝鲜战争开始，直到1952年年初，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亲共和反共两派战俘不断发生摩擦，多次发生激烈冲突，发生人员失踪和伤亡以后，这个时候呢，联合国军才不得不采取行动。1952年4月，根据美军规定，联合国军对志愿军战俘进行了是否愿意被遣返回中国大陆的甄别，此后将不愿意回中国大陆的反共战俘和愿意回大陆的亲共战俘分开管理。6000名亲共战俘组成了一个新的联队，602联队。从进入战俘营一直到离开战俘营，反共战俘从来没有放松要求前往台湾的努力，其主要原因是未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华民国国史馆的专家周秀环说，联军一直没有正面答应反共战俘这件事情，所以反共战俘在里面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前途是怎么样。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常诚说，一直到1954年1月份为止，美军，当然还有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军当局，从来没有承诺对战俘说你们可以去台湾，而只是说如果你们不想回大陆的话，你们可以表达自己不想回大陆的意愿，但我们不敢保证，不能保证你能去台湾。反共战俘高文俊说，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大家的想法，希望能出现奇迹，奇迹是到台湾去。前台湾中央社记者李佳在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就到达前线采访报道，当时美军请他临时帮忙当翻译，对这个志愿军战俘呢进行初步的讯问和登记，所以他亲耳听到一些前国军人员呢告诉他如何在战场上主动投向联合国军，希望重新加入国军。李佳报道了这个情况，使外界第一次了解到反共战俘的存在和诉求。1951年7月2日，战俘营72联队中国国民党反共青年救国团的反共战俘写下了五份血书，分别送给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联合国安理会等等，表示坚决要反共，拒绝被遣返回中国大陆，要到台湾去。但是由于美国一直反对台湾介入朝鲜战争，尽管中华民国国防部1951年8月9日形成了决议，认为从政治和人道角度而言有必要接受志愿军战俘到台湾去，但是台湾当时并没有做出公开的反应。美国很快就注意到反共战俘的诉求，反共战俘发出血书三天以后，美国陆军新战部主任罗伯特·麦克鲁尔将军提议允许志愿军战俘中国军旧部根据自己的意愿前往台湾，这就是朝鲜战争战俘所谓志愿遣返的开始。然而尽管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赞同这个建议在人道和宣传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又认为这样做违反日内瓦公约，而且会影响美军被俘人员的迅速遣返。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则明确表示反对志愿遣返，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考虑联合国军被俘人员的顺利遣返，而不遣返志愿军战俘可能导致中朝方面在遣返联合国军战俘问题上进行报复。然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力排众议，支持麦克鲁尔将军提出的志愿遣返，并于1951年11月指示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和平谈判中坚持这一立场。
中华民国国史馆的专家周秀环认为，这是一石三鸟之计，因为这样首先尊重了个人的选择，其次可以利用原国军战俘加强台湾方面的军力，第三可以防止这些反共战俘被中国共产党迫害。依据战俘个人志愿安排战俘的前途，这对于美国来说有先例可循。早在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美国同英国签署的巴黎条约就规定，双方所有俘虏都应该被赋予自由。结果成千上万英国和德国战俘决定不返回欧洲，而是留在美国，在新的国家里，在新的政府管理下开始新的生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曾经将大批苏联红军战俘强制遣返回苏联，结果很多人被当成叛徒而受到各种迫害。美国不希望这种情况在志愿军战俘身上重演。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双方的和平谈判正式开始，12月开始讨论战俘安排问题。在战俘营内斗日益激烈的同时，朝鲜半岛上的交战双方也在为志愿军战俘的前途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联合国军方面强调尊重战俘个人意愿，要根据战俘自己的意愿志愿遣返。中朝方面呢，则要求根据日内瓦公约全部遣返战俘，指责美国企图给中朝抹黑，并且借机呢用战俘加强台湾的军事力量。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常诚的研究显示，联合国军1952年2月时在谈判桌上表示，估计大部分志愿军战俘呢想回大陆。中国方面则表示，如果是大部分人想回大陆，还是可以接受的。意思就是说，少部分人去台湾也是可以的。但是到底大部分人是多少人呢？还不知道。所以美国人就说要做一次甄别。根据长城的研究，中朝方面呢不仅同意进行甄别，而且还予以配合。他们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名义向志愿军战俘发表了一个声明。联合国军1952年4月6号在战俘营播放了这个声明。声明说，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壁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做其他类似的行动。我们深知这些行为呢，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遣返后与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但是在战俘营里，反共战俘和亲共战俘都采取了种种措施和手段，争取更多的战俘加入自己的阵营。1952年4月7日，在甄别的前一天晚上，反共战俘的努力达到最高潮。他们采取各种说服、教育、恐吓、威胁和暴力手段，争取最多的战俘拒绝遣返。多名亲共战俘在这天晚上被打死打伤，包括亲共战俘杨文华、林学普等人都是在这天晚上被打死的。反共战俘平战方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小队，有一个人呢，怎么跟他讲他都不听，他不放弃，不放弃回大陆，他们就用棒子把他给打死了。在战俘营里打人的常常是战俘营里的警备队，在亲共战俘营叫做纠察队，作用是在战俘营里维持秩序，其成员本身都是战俘。反共战俘利用警备队
控制战俘，打击亲共战俘。亲共战俘则利用纠察队控制战俘，压制反共战俘，或者叫叛徒。两派战俘都利用自己的暴力队伍控制人、打人、抓人、审讯人，甚至杀人，在甄别期间尤为如此。原战俘营72联队警备队班长肖立行说：“我本来等于是这个刽子手，给你命令呢，你不杀行吗？但是真正说来，有很多人是不应该杀的。”原战俘营警备队员于荣福说：“反共的就把亲共的干掉，就在你住的房子里边把你勒死，或者是憋死，头蒙起来，闷死。”我们那期间住的呢，不是床，土堆起来的一个小床一样，就睡在那上面。那赶紧就把里边挖挖挖挖起来，把你埋下去。当年反共的志愿军战俘们后来在台湾时呢，提到警备队仍然感到恐惧和不满。在台湾的反共战俘高福生说，战俘营里面呢就是无法无天，谁拳头大谁就有力量。那时候我就亲自看到我们来的人呢，他就坚持说他要回家，坚持回家。旁边呢有警备队，警备队就说好吧，你来吧。结果警备队就挖个坑，就把他推到坑里面去，他就挣扎，然后呢就是活埋掉了。这是我亲自看到的。在台湾的反共战俘蒋洪庆说，警备队的有些人很厉害，你不守规矩吃饭插队啊或怎么样的，他在后面他有个棍子，他拿着棍子就打。在有1500人的负责劳务的70联队，各级俘虏官呢，本来一直由反共战俘担任，但是在1952年4月进行回国意愿甄别之前，亲共战俘通过左右摇摆的警备队长高攀，派出了30多个亲共战俘，完全控制了警备队，并且做好了通过使用暴力对付反共战俘的准备。原志愿军180师司令部作战科测绘员、亲共战俘王荣生在安德舍笔记记录他的这个自述中说，我与黄奎成等人利用出公差的这个机会偷了26把刀子。原来呢是美军用来切面包的，正好用作我们与坏分子斗争的武器。据原志愿军180师538团文化教员张光普和该团政治处宣传干事门培英回忆，亲共战俘先利用警备队以维持秩序为名驱散了反共战俘中小队长召开的会议，随后呢说服了警备队长高攀。张光普回忆说，到4月8日正式甄别时，在全体集合的大会上，高攀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他要回国。他一表态，大家热烈鼓掌，齐唱国歌，一些叛徒反动分子顿时大为吃惊，不敢再肆意活动。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常诚的研究结果是，这个战俘营里最后有 85% 的人表达要回大陆， 15% 的人表达不回大陆。今天来看，我们知道当年的反共战俘中有被裹挟去台湾的人，因为反共战俘们在接受采访时自己这样说了，而且各种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70联队1500人中的
85%表达要回大陆的战俘，真的就是自愿的吗？再扩大一步，最后回国的那些亲共战俘就100%是自愿回国的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已经回大陆的战俘，即使当年是被裹挟回大陆的，在大陆也不可能像那些反共战俘一样告诉别人自己当年是受到裹挟的，因为那样就等于说自己曾经想叛变投敌，这个后果会很严重。两相比较，去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的确比较自由。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两岸开放老兵回乡探亲，前志愿军反共战俘张一夫回大陆，见到当年在志愿军的上司。张一夫说，他跟我说呀，你去台湾对了，你回大陆就倒霉了，非要斗你几年不可。不过尽管亲共战俘和反共战俘都受到来自战俘内部反共和亲共两股势力的压力，但是无论是亲共战俘还是反共战俘，他们普遍认为美军在对战俘个人归国意愿进行甄别时基本上是公平的。中华民国国史馆的研究专家周秀环说，根据我访问的这些反共意识的掰掰的结果，反共意识呢是这个台湾对于当年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的称呼，掰掰呢则是对他们的尊称。周秀环说就是他们认为这些甄别是公正的，说没有任何的胁迫，没有人拿着枪对着他们讲一定要去大陆啊或者是去台湾呢，所以他们认为是公正的。回到中国大陆的亲共战俘张达说，我记得去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一个人去的，有美军还有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就像接了一个案子，就让我们从帐篷里呢一个一个的走出来，每一个人呢都要问一下你是要去哪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很尊重我们的选择。回到中国大陆的亲共战俘张泽石说，一个一个的问，你是愿意回大陆吗还是不愿意，是这么一个问题，没有问你是去大陆还是去台湾。如果说我愿意回国，好吧，那就写个 G 字，就是 go， 就是走。那我不愿意回国呢，那就写个 N 字，就是 no， 你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当时联合国军通过翻译向每一个被甄别的战俘提出7个问题。你愿意回中国吗？你会激烈的抵制遣返吗？你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你的决定对你的家庭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你是否考虑过与那些选择遣返的战俘相比，你可能会在巨济岛上待得很久，届时那些选择遣返的战俘可能已经回了家？你是否知道联合国军司令部从来都没有答应要把你们送到什么地方去？你是否还坚持要激烈的抵制遣返？尽管你抵制遣返，如果联合国军司令部决定遣返你，你会怎样做？从这7个问题可以看出，战俘选择被遣返中国很容易，最多只需要回答头2个问题。如果想去台湾，并不那么容易，要至少3次表示会激烈抵制遣返。同时在所有问题中并没有出现台湾这2个字，更没有问战俘是否想去台湾。实际上研究志愿军战俘问题的专家认为，联合国军实际上在设计问题时是偏袒了中国大陆，希望志愿军战俘们返回中国大陆。中华民国国史馆专家周秀环说，从这样的问题问答里边已经看见，他指的是这个联合国军，是强烈的暗示战俘们必须要回去的。所以说甄别是不是公正呢？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实际上我认为他们也是说联合国军是希望战俘们回到中国去。香港科技大学副教授常程说，美国的意思就是说
要这个战俘呢强烈的表达自己坚决不回大陆的，那才跟你说不用回大陆，回到战俘营，走另外一个通道走开。这个甄别的过程实际上是美国方面想促成最大多数的人回大陆，但是甄别的结果既出乎联合国军的意料，也出乎中国和朝鲜方面的意料。14000多人表示拒绝遣返，只有7000余名战俘表示要回中国。联合国军随后根据甄别的结果将两派战俘分开关押，这就是战俘们所说的48大分家。一个多月以后，志愿军战俘被转到济州岛上的新战俘营。然而战俘们并没有因为分开管理而获得平静的生活。我们下一集节目要谈一谈志愿军战俘分开管理之后在新战俘营里的血腥内斗。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Thank you.